5月23号，即将结束新疆之行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、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，此次新疆之行是我一直向往的。在新疆，我看到每个人脸上那种灿烂的笑容和对未来的希望。此次新疆之行啊，是我一直向往的啊。我看到每个人脸上那种笑容的灿烂，跟那种对未来充满的希望，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明天会更好的那份心。此次参访，洪秀柱一行去了乌鲁木齐、昌吉回族自治州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、喀什地区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。洪秀柱说，在伊宁市六星街亚历山大首芬琴珍藏馆，他欣赏了多民族的演奏，这令他印象深刻。演奏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自我介绍，介绍有是维吾尔族，有汉族，有回族，有乌兹别克族，太多了，一共有加起来就13族。最后他们自我介绍完了以后，异口同声说，可是我们都是中国人。那场面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啊。你说有13个族，我一一跟他们握手。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，这么多的民族，有不同的信仰或者不同的这个生活习惯，可是他们却是非常非常和乐的生活在一起。所以我觉得这次我来到新疆，看到这么多的民族，大家能够这样子和乐的很快乐的生活，让我感觉到就是这是一个充满了和谐的、欢乐的，而且非常尊重别人的、多元的、包容的一个社会。此行，洪秀柱还通过走访宗教活动场所、企业工厂、学校和农村等，深入了解新疆民众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情况。洪秀柱告诉记者，在参访时，有一位维吾尔族朋友非常开心地向他展示了全家福照片，他还专门引用近年来新疆人口增长情况，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口增长情况加以细说。这个爷爷奶奶啦、父母啦、爸爸妈妈、儿女啦、这个孙儿啦，常常不是全家福的照片，他就拿照片给我看，说一个这么大一个家庭呢，全家和乐融融。最重要的重点是经过人口普查啊，第七次人口普查，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呢，这个新疆的总人口数是增加了403.9万，而维吾尔族的人口是增加了162.3万，也就增加了16.2%。所以种族灭绝之说从何而来？种族灭绝会让人口越来越多吗？不可能嘛，这个数据是最好的证明。从最科学，我们从人口普查的数字可以看出来，没有这个问题。在走访伊宁县纺织制造产业园时，洪秀柱在工厂里面实地看工人是如何工作的。他说，洋溢在工人们脸上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显而易见。我到工厂去看了，这些工人都非常快乐地在那边工作。那么有些都是机械化了，让人力变少了，那么最重要是他是不是很高兴，就先培训他的技术的能力，然后到工厂里面去做，实际去操作，然后他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一些非常好的收入来改善他的家庭生活。所以所谓的强迫劳动，我不知道这四个字的定义是什么，是如何的强迫。若说是强迫的话，为什么他们脸上所洋溢出来的、所表现出来的是很满足的、很欢乐的、很快乐的，而且他们也娓娓道来他们对于他目前生活的满足、满意，充满了这种幸福感，而他自己有这个技术的能力，他们有一份成就感啊。此外，洪秀柱还参观了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，对于新疆民众在过去一个时期所遭受的恐怖袭击深感同情。他说，这些暴恐案件让人脊背发寒，毛骨悚然，希望这样的悲剧永不会在这块美丽的乐土再度发生。
洪秀柱坦言，此次新疆之行也是受美西方污蔑和抹黑新疆言论的刺激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非常不善意，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，所以他们用很多污蔑的话来丑化中国，对中国大陆，尤其是对新疆极尽污蔑之能事，什么种族灭绝、强迫劳动等等，就是处心积虑地用这种方式来破坏中国的团结。与其去听别人胡说八道，不如自己亲身实地走访去了解，那更重要。这是在新疆看到，不管是在企业界、在学校、在农村、在各方面，我看到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一个气氛，我觉得非常的佩服，也非常感动。所以没有什么骨肉分离啦、代际隔离啦、什么什么种族灭绝啦等等的这些话，那都是极尽污蔑之能事。我说处心积虑的是要用这种方式来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。